又是新英雄，新英雄不挺好玩的吗？佛耶格，他这英雄机制就有意思，他能进别人身，我就喜欢这种进入身体的。谢谢天商洛邑，哇扎扎一刀回血，稻草人是不是蓝开的？奥恩掉血了，我不扎你吗？中，扎两刀 ，Q 一下，扎两刀，平 A， 闪现了。杰哥，救我！扎一刀回血，这英雄回血真猛，中扎两刀 Q 一下，哎，他这小柱也能让我放 E 挺好，平 A 打不了，扎一刀扎两下闪现走，再见，进入身体吸，算了，我直接来个皮孩吧，药先不除了。我会从死亡的血口中将他夺回，无人可以违逆，即便是命运。一会儿十四级了，我们进完奥恩身体，赶紧打装备啊！打不了接扎，扎一刀，中扎两刀 Q 一下，扎两刀 E 一下，平 A 一刀，扎一刀 ，A 两刀，这波可以试试能不能越塔击杀。让他打我们，让他打来，不行，杀不了。他已经没有药了，去也去查个眼儿吧。上半段也去没刷，说明稻草人现在啊，应该在下半段。
不走，好，中，掏两下 Q 一下，掏两刀接大招，平 A 吸，错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奥恩打装备需要几秒钟？叮叮叮，端儿，一二三四五，五秒钟左右吧。谢谢。猴嫂是哪里人？是我心里人。打个眼儿。中，掏两刀 Q 一下，掏两刀平的，扎一刀，掏两刀 Q 一下，扎两刀，炮车丢了。扎没有大呀，中，掏两刀扎一下子，接大招，吸出 W 溜，端起飞，接大招 A 接扎，接掏两刀接吸，钻入你的身体。吃一波塔皮，哇扎，回家抽海妖，中，掏两刀扎一下，掏两刀 E 一下平的，回家，这回再回家。我们曾是美好。我记得好像这英雄刚出的时候可以偷稻草人的这个被动。被修复了，奥恩还下路去了吗？那一塔没了。哇、wow、
没有人管，我可猜了啊！一下打不溜走，没事，我死不了。先插个眼来，吸点血。中，吸口一吸，兜接大招，扎两刀，扎一下闪现走。哎呀，我操，三个人。出个水银骸吧，再闪快点好了，闪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啊。谢谢蓝炼汉居然读过大学，这兄弟怎么一直改名呢？改名卡不要钱呐。我能看见弹幕啊，没事没事，不用一直改名。如果你非得要花这鱼刺，你可以给我送俩飞机，不要便宜了这斗鱼。没有人的话，我可拆了啊！你还真别让我打着，兄弟！再见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到底要干嘛？四个人，三个人我都算了，那狗熊还跑过来了，真难呢。辅助狗熊要单杀俺们家 ADC。没办法，这对面根本也不让我玩个道路，一整就五六个人，看来我们只能来下路进入别人的身体。你们几个连大招都没有，这波你们怎么打？跟我说一下啊。中，掏两刀，扎一下平 A 两下，再 A 一下，死了，扎一下 A 两刀，一下平 A 平 A 平 A，打不了，扎两刀，扣一下，吸 ，Q W 溜，起飞，接吸，嘿，吸，一技能 W 溜，点，接大招 W 溜，掏一刀，哎，还是卡 bug 了，这个 bug 是怎么触发的呢？这草间人，但是这个 bug 一触发了就不让再买扫描了。你俩别惹我啊，你俩别惹我，我生气了。
我说了，我生气了。西 W E A Q A 接大招 ，A 接扎 ，A 一下 ，E 一下平 A， 打爆了 A 掏 A 两下平 A， 西。回家。这把先出振奋，现在打不了装备，没到十四级呢，到了十四级才可以打装备。先把跳弹打了，看看几个人啊，这波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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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打不了，掏一下平的，哎呦我这人这个多呀，扎一刀 A 两下打不了 A 两下平吸、大招过来 A 掏一刀吸，哎呀呀呀，快点大招，打不了扎两刀掏一下接大招吸，扣打不了套盾吸，把蓝打了，中，先把这狗熊给我杀了，来吸。打不了，接大招吸，沉默，变成傻逼大走。扎一刀，回家吧，出振奋去。来点右装，哎，我打个红 buff 去。好的嘞，赶紧升十四级，然后把对面奥恩给杀了，给队友打装备。杀奥恩。我直接大过来掏一下扎一刀平 A 接吸保护，呀投降了。